有这个十二月份的大牌子的这个 banner 拍照先。森林的电台搬家之后，他第一次来这边，他说：“哎，好歹我也是你们电台森林一样哦。”左手边看一下各个角度，而且呢，这个新专辑预购已经开始起跑。本周末应该说上周专辑的预购的活动，跟大家见面，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您看一下这一次了哈，这一次我觉得把色变回黑色，感觉把中间看一下下，自转一下哈。我们这个 DJ 可能专业 pro， 再补一下的。好，来左。好，这次新歌主的徐佳莹的手笔，听说很多人说呢是唱到杨丞琳的心坎里，这显示有高有低，都照顾到大家。麻烦中间 ，Jola， 我被揍第一。